OK， 那介绍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，很简单。等一下我们会播一首，就是我们刚刚唱的《蹦蹦棒棒》这首新年舞曲呢。参赛者们一听到这首歌，跟着这个节奏跳舞，乱跳也可以，然后搞笑的跳也可以，自创的都可以。对对对，我们先请 Brenda 来示范一下，大家学一下 ，OK？ 来。好，那个 Brenda 他说，如果他的他跳舞，你们尖叫声不够大，他是不跳，他大牌的，所以尖叫声在哪里？Brenda 说成功开始。哦 ，Brenda 没有准备好。太大力了。头发戴好，快点下。我要带什么带回去？你们是给我一下子，我们是调音。OK， 那我们先请第一位朋友来。来 ，Andy， 来，掌声欢迎 Andy。随便跳，我们就是不要。他说他不会跳，我们就是要不会跳。对 ，Andy 的魔法是真的哦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快乐时光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四处热闹都欢唱，咚咚咚咚锵锵，歌颂幸福，歌颂希望。哦 ，Andy 有点害羞。对，他也至少他有跳一点点。OK， 他的舞步都还蛮还不错。对对对。来，这位朋友，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位。加油加油，把冠军带回家。对，加油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些自己的元素。好，小文，小文加油了！来喽，小文加油！唯一一个女生，来，一定可以！来，我们有夺冠！很放开的跳就可以 ，OK？ 加油 ！Three, two, one, action！同时都很自然，很文静。然后他今天一上台就马上蹦蹦跳跳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。